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和同修们交流分享的题目是，我们需要正信的宗教。我接到这个题目以后，吓了一跳，这个题目好大呀，它不单单是说佛教，而是所有的宗教都要涉猎到，这对我来说确实难度比较大。怎么办？既然是题目给了，我也不能知难而退呀，尽力而为吧。遇到了难题，找谁请教呢？当然是找祖师大德了。他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啊。这一个时期，我把印光大师、上净下空老法师、黄念祖老居士有关宗教方面的论述查找出来，反复认真的阅读，然后把我读懂的东西讲给大家听，现买现卖吧。但愿我不要把祖师大德的东西卖错了，如果卖错了，那就误导众生了。下面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宗教。什么是宗教？宗教是教育，这是上净下空老法师对宗教二字最精准的定义。如果用中国文字来解释，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的意思。教也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教育，第二个教学，第三个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宗教是教育，已经被联合国承认了。宗教的教学内容是什么？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圣贤智慧的教育。这四样东西在哪里？都在各个宗教的经典里。在宗教的教学里头，此前被我们疏忽掉了，丢弃掉了。如果真正知道宗教的重要性，我们才知道宗教能救世界，跟中国的圣贤教育没有两样，都是神圣的教育。所以西方恢复宗教教育，西方就安定了；东方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东方就安定了。这是上净下空老法师为这个世界的安定开的一剂药到病除的良方。西方的宗教和东方的儒释道易经融会贯通，世界和平就回归了。现在对这件事情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老法师进入联合国之后，做了很多推动性的工作，得到了一些驻联合国大使们的认可，他们盛赞老法师是大圣大贤的和平使者，
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也积极地推动工作。93岁高龄的老法师为世界和平不遗余力地奔走演讲呼吁，老人家功德无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2019年10月7日，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隆重召开。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多国大使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代表等应邀致辞。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李炳宪阁下相信，借鉴历史与先人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伊朗大使贾拉里阁下致辞，思想能够带来和平，也能引发战争，所以教科文组织的使命就是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科特迪瓦大使保伊格尼阁下致辞时呼吁，应当加强年轻人的和平文化教育，将伦理、道德、宗教、历史纳入教育体系。多哥大使桑比尼阁下致辞时说道，上帝赐予人类爱、谦虚、理解与包容的能力，因此和平是可以被实现的。净空知友社现任主席赛义德先生引用中国古语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和平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所以必须日日持续向前。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副会长小林正道法师致辞时表示，内心平和是外在和平的基础，迈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就是先改变自己。悟行法师代读净空老法师开幕致辞，心和天下和，强调和平首先在自己心内落实，然后才能影响别人，促进社会和谐。我们祈愿世界和平早日回归。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宗教教育的内容。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就是爱的教育。哪个宗教能离开这个爱字？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我们佛教叫大慈大悲，这也是爱，而且是大爱。爱是宗教教育的总纲领，只有爱才能化解冲突，才能带给世界永久和谐。爱的教育是宗教教育，让我们一提到宗教就想到爱。不少宗教领袖对这个表示非常赞同。用什么手段进行宗教教育？用教学的手段，建国军民，教学为先，
这是净空老法师一贯的教育理念。老法师告诉我们，宗教教我们什么？教我们学爱，学上帝的爱，学佛陀的爱。我们学会了之后，代表上帝，代表佛陀，去爱世人。现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招能解决问题，其他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老法师的这段话，我们听懂了没有？宗教教育迫在眉睫，我们要救燃眉之急呀。这件事情需要有人来做，什么样的人能做？肯回头的人。什么样的人是肯回头的人呢？把名门利养、自私自利放下的人，肯发心认真学习，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救。所以需要一批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把事实真相搞明白的年轻人，勇于承担重任，这就有救。这叫做使命感。有使命感，他不是来造业的，他是来救世的。如果西方宗教复兴，经典有人讲，讲的让听众欢喜，东方有人讲儒释道，也让众生听了欢喜，这个地球就有救了。必定得到三宝加持，必得祖宗保佑。教育很重要，整个社会是天下太平还是天下大乱，与教育的关系，尤其是与宗教教育的关系，实在是太大了。教育是根本，所以古德教导我们，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中国人最懂教育，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中国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学做人。学做什么样的人？学做圣贤之人。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圣贤教育。这个教育要从小孩子抓起，从两岁能说话就教他读三字经、弟子规、感应篇，把伦理道德因果的基本概念教给他们，让孩子从小养成习惯，长大自自然然，思想端正，言行可以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无量的圣贤人在这个社会上，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好？佛法教放下贪嗔痴慢疑，在从师孔老夫子的温良恭俭让，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走向社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他都有智慧。这样的社会该有多么美好。中国传统文化是救中国、救世界真正的宝，我们一定要承传下去，要让我们的老祖宗放心。中国传统文化不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断绝，继承传统文化，不让儒释道断灭掉，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到？老法师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把孝道
和师道找回来，必须要把中国传统教育过去私塾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找回来。只有这样，中国的儒释道才能够延续，才能帮助挽救世道人心，让家庭幸福，让社会安定，让国家兴旺，让世界和平。中国的传统教育，它的目的是把人都培养成君子、贤人乃至于圣人，把社会、国家带向安定和谐。这种教育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教育要推广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和谐了，整个世界就和谐了。中国人的教育是最值得赞叹的教育。中国的教育这么好，怎样把它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这是面临的严肃的问题。光说不行，还要把它做出来。上敬下空老法师把传统文化说出来了，说的那么明白透彻。老法师把如何承传传统文化做出来了，做的那么令人信服。老人家高瞻远瞩，智慧超群，他的关于承传传统文化的构想可以说是可触、可摸、可行的完美蓝图。老人家现在以93岁高龄，身体力行，以身试教，把这幅蓝图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多么可亲、可敬、可爱的一位老人呢。老人家告诉我们，孩子是民族的命脉，传统教育要从孩子抓起，这是说到根儿上了。怎么抓？老人家提出办一条龙传统文化教育学校，用办补习班的方式来推广。补习班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初级班，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学习六年。这个阶段教材是学习《圣学根之根》这本书，要求学生能背、能讲、能落实到生活。这六年是教会怎样做人。第二个层次中级班，学习六年，相当于初中、高中，学习的教材是四书五经，通通严格要求要会背、要会讲、要会落实。这六年是教会怎样做事。第三个层次高级班，学习六年，相当于大学，学习的教材就是一部书《群书治要》，这是唐太宗的治国宝典。这六年是教会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教育是圣贤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一定是圣贤之人。群书治要
里面内容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样东西，学以致用，学了之后我们能够用上，跟我们的生活融成一片，这个很重要。怎样帮助我们修身？怎样帮助我们成为圣贤君子？群书治要都有答案。用在家庭，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用在国家，一切制度都上轨道；用在天下，天下太平。这个天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在哪里？就在群书治要里。老法师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人能把群书治要的续编写出来，把一部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史呈现给全人类。我们中华民族人才济济，相信会有人担此大任的。相信不久的将来，一部群书治要的续编会问世的。我们要感恩聪明智慧的老祖宗对后代子孙的护佑。为什么要强调落实？落实就是修身，在家里面就是齐家，踏进社会就是治国平天下。中国的这一套东西太好了，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造福于全人类。西方丢弃了宗教教育，东方丢弃了儒释道传统文化教育，这个世界乱了，乱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人们期望社会安定的回归，期盼世界和平的回归。如何回归？唯一的方法是宗教的复兴。只有复兴宗教，这个世界方能有救。为什么一定要复兴宗教呢？因为西方没有像中国儒释道这样的文化，他们靠的是宗教。如果我们深刻地谈这个问题，宗教怎么个恢复法？要把宗教回归到教育，而且要回归到正信的宗教，要给宗教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什么叫宗教？宗教是教育。大家是否知道，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换句话说，就是宗教在前，文明在后。文明是在宗教里边产生的，没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是没有根的文明，都不会长久，不会超过300年。地球近3000年来曾有过20多种文化，现在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家，只有中国文化还存在，其他的都没有了。什么原因没有了？因为宗教基础崩溃了。大家听到这儿，是不是一头雾水？这是怎么一回事？宗教基础怎么还能崩溃呢？因为当今世界，
是一个崇尚科学的世界，科学在飞速的发展，人们崇尚科学。对于宗教是什么，科学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宗教是人的幻想，不是真的。社会上的这些教育对于宗教的误会曲解，给宗教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障碍，所以宗教立不住足了。据调查，在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现在每年呈下降的趋势，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宗教在走向衰亡。现在是衰的阶段，再发展下去，到了亡的阶段，那就无药可救了。没有宗教信仰了，把宗教视之为迷信，思想乱了，行为乱了，整个世界乱了。面对全世界宗教岌岌可危的严重态势，我们尊敬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奔走于世界各地，大声疾呼所有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回归教育，这是复兴宗教的第一步，这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第三步，宗教复兴将是一纸空谈。怎样把宗教回归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恢复教学，各个宗教的传教师要讲经教学，这是传教师的主业。不管是哪个宗教的传教师，他们的主业是相同的，就是向信众演说经典，把经典的教理教义向信众宣讲清楚。如果没有人向信众宣讲教理教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信了，那你说这不是迷信是什么？就拿我自己为例来说说这件事吧。在我没有进佛门之前，我就认为信佛是迷信。就在我皈依佛门之后，这种认识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说到这里，有同学可能会问，刘老师，既然你认为信佛是迷信，你怎么还信了呢？你这个问题还真问到点子上了。我这样回答你，不知道你是否满意。一是我信佛的机缘成熟了，现在想一想，是不是阿弥陀佛安排的？1991年7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请了一尊观音菩萨？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因为请了观音菩萨，我认识了我佛门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五大莲池钟灵寺的住持上觉下悟法师。然后觉悟法师给我传授了三皈依，我就这样形式上进了佛门。二是可能那时有点清高吧。其实你有啥清高的？不就是个子高腰板直吗？挺好笑的。在我眼中信佛的就是大把大把的烧香
貌似虔诚的磕头，没完没了的求这个求那个，有的还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还有就是有人往功德箱福田箱里放钱的时候，嘴里总是叨咕着保佑呀保佑呀，我心里想信佛就是这样啊，这不是搞迷信吗？我可不这样信。这也是后来我不跑道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学佛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向佛求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该向佛求什么。现在我知道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所说的清高吧。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事是这样的，哈尔滨极乐寺院子里有一个好大好大的炉子，烧纸用的，那些年可火了。谁火了？卖烧纸的火了。到那儿烧纸得排队，有时候是用大汽车乘车的往里面拉纸，这个是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后来来了一位新的住持法师，法师说佛教寺院不能搞迷信，坚决要把这个大炉子拆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断了一些人的发财路了，人家威胁他要讨他的命，法师态度坚决，如果我欠你的命，命给你，如果我不欠你的命，你想拿也拿不去。大炉子拆掉了，法师安然无恙。为什么？护持正法，护法神保护啊。还有一件事，在这位法师未来寺院之前，在地藏殿的后身供着一大溜各种神啊仙啊的牌位，香火不断。这位法师来了之后认为这是不如理不如法的，也坚决予以取缔了。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才是正法佛教。我对这位法师充满了敬意，非常荣幸2010年6月19日我受菩萨戒，这位法师是我的戒师。宗教被说成迷信，有没有我们自身的问题？有，这是肯定的。不是宗教本身迷信，是信仰宗教的人迷信。比如像我们佛教，经忏佛事取代了讲经教学，经忏佛事热火朝天，讲经教学无人问津，完全是副业取代了主业。所以说这是宗教的危机。宗教怎么办？我们提倡宗教是教育，而且是正信的宗教教育。祈愿各个宗教的传教师都能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那就不是迷信了。你只会念经不会讲经，不懂经的意思，这是迷信。
所有宗教都要回归教义，我们要把迷信的宗教带回正信的宗教，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的使命，让我们努力前行吧。宗教回归教育教学，必须有师资来保证教学的完成。现在，这是宗教复兴的一个难题，没有现成的师资，怎么办？培养师资刻不容缓。净空老法师穷尽大半生的力量，呼吁培养弘法人才。两次遇到培养弘法人才的机会，可能是机缘不完全成熟吧，两次机会都错过了。时至今日，每当提起这件事情，老人家还深表惋惜。如果那两次机会抓住了，现在全世界各个宗教何愁缺乏弘法人才呢？净空老法师悲心宏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道，一切菩萨之道，一切天地鬼神之道，一切护法善神之道，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老法师等来了第三次培养弘法人才的机会，这就是建立英国汉学院，开办和谐博士班，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讲经弘法人才。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位老人在晚年所做的伟大壮举。多年来，老人家一贯倡导世界宗教是一家的理念，他想到了，他也说到了，他也做到了。有时候我天真地想，净空老法师一定是阿弥陀佛派来拯救人类的特使，这样一位老人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他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没有一样是为他自己，全都是为苦难众生啊。建立汉学院，创建开办和谐博士班，是一件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可循。我认为这是老法师智慧的产物，也是诸佛加持的产物。我还认为这是老法师一生中第三次遇到了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弘法人才的机会，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无论建立汉学院还是开办和谐博士班，都是要人来做，成败与否事在人为。有三个问题要引起我们注意。一是，老法师毕竟是高龄老人了，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一定要遵照师父的教诲去做。二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一件震动虚空法界的大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工程。参与这件事情，说明
你很有福报，但是千万要知道，做这件事情要有足够的大心量。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能装下虚空法界。老法师的心量有多大？我们要学习呀。老法师有我吗？没有。老法师争过地盘吗？没有。老法师立过山头吗？没有。老法师搞过名闻利养吗？也没有。老法师有的就是全心全力为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服务，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师父榜样在前，我们要紧紧跟上了。三是，老法师这一次办和谐博士班，不光是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而是为全世界各个宗教培养弘法人才，这个意义深远呢。这个事情办成了，全世界近50亿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会受益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万万不可忽视这件事情的因果。这件事情办成了，功德无量。如果人为的把这件事情办砸了，直通地狱。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断了无量无边众生的法身慧命，自然也断了你自己的法身慧命，这就叫做自作自受。我说上面这些话，不是批评谁，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这些问题。不说别的，不和吗？大家想一想，一个不和的集体能办成什么事情？和谐，无事不办；冲突，无事可办。上净下空老法师对如何为世界各个宗教培养讲经教学的人才有一套完整的构思，也可以说是精妙的设计。我给起了个名字，叫培养弘法人才三部曲。第一步，办博士班，培养宗教教学博士，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拿到博士学位，国家认同，联合国认同。博士班用三年时间培养30名够得上资格的传教师，初步形成一支讲经教学的队伍。第二步，办宗教教育学院，这是在办博士班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开始正式办大学，有30个宗教博士做本钱，可以办大学了。大学七年，培养硕士生、博士生，七年之后毕业，可以培养出100名到150名宗教博士，他们都是教授级。第三步，办世界宗教大学，这是在办宗教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一个宗教设一个学院，同是一个宗教大学的学生，你是哪个宗教，你学哪个宗教的经典，本科学完之后
硕士、博士四年，这四年要涉猎其他宗教经典，就是你对别的宗教的经典也要了解，就不会产生宗教矛盾了。老法师提倡的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就得到了落实。下面我想谈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要把正信的宗教演出来。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我是受海贤老和尚、刘素清老菩萨、刘明华大菩萨往生的启发，他们三个人是真真实实把佛法演出来了，事实就在你的眼前，不容你不信。就说我老伴子刘明华吧，年轻时眼精神病，从22岁开眼，老年眼老年痴呆，60多岁开眼，一直演到往生前的3-4天，直到往生前2天才告诉我事实真相，演戏给你看是逗你玩的。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真的是目瞪口呆，这戏演的也太像了。老伴子逗我玩了53年，我愣是一点不知道，几十年把人家当成精神病和痴呆，还给人家起了个雅号傻东西，真是错到家了。老伴子，对不起，我向你道歉。说到要把宗教演出来，我们看看老法师是怎样说的。老法师说，上帝爱世人，基督教这一句是非常了不起的教义，核心价值就在此地。上帝在哪里？上帝在人心里，我找得到，我不迷惑，我要学上帝，把上帝的爱放在我心上，代表上帝去爱世人就对了。能够这样做，你是真正的基督徒。老法师还说，所以神职人员信徒要把上帝的爱表演出来，教化大众，让大众都能把爱兴起来，这个国土就是天堂。人与人相亲相爱，没有丝毫怀疑，没有妄语，没有两舌，所有宗教经典你通通去接触，通通去看它，能够看它共同的那一部分都讲到的，这个重要，不是个别的专门对这个族群讲的，那是格外的慈悲，那是应激说教，他需要什么，他听得懂什么，就给他讲什么，那是善巧方便。老法师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知名的成功的政治家问他，你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老法师回答他，能把4桩事情做好，世界就和平了。第一，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政党与政党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三，族群与族群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四，宗教与宗教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以什么为基础？以爱为基础，爱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现在这个世界迫切需要宗教，宗教复兴了，社会才能安定。东方需要儒释道，西方需要宗教，所以宗教和儒释道大团结，这个世界就和平了。最后一个话题，我想谈谈宗教领袖都是圣人，圣人都是佛的化身。老法师多年以来一直倡导世界宗教是一家，众神一体，宗教一家。老人家功德无量，他说神只有一个，一个真神，所有宗教的不同的这些神都是一个神的化身，明白这个，全是一，没有二，问题就全解决了，就不会争第一第二了，不会争谁大谁小了，是一个化身吗？我记得几年前就有一首集颂，宗教领袖皆观音，化身世间来度人，无量法门皆殊胜，归宿都是极乐人。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在我们佛法里讲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喜欢什么样子他就变现什么样子，是如众生的意。神没有起心动念，神没有自己的意思，因为他们是圣人，所有圣人都是佛的化身。老法师提出的众神一体，举个例子来说，基督教的耶稣跟天主教的天主是一，不是二。你喜欢天主，他就现天主；你喜欢耶稣，他就现耶稣。就像佛门，你喜欢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牟尼佛。在中国，你喜欢老子，他就现老子。他们是一个级别，都是圣人。再比如伊斯兰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他也是圣人呢。如果不是圣人，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怎么能口述出一部古兰经？今年5月2日我去拜见我的老师，我的古文阁老师今年88岁了，他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次师生见面谈宗教是一个中心话题，越谈越欢喜。我的老师对老法师的敬重令我感动，他尊称老法师为法老，并说老法师是博才、博人、圣人。一切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的化身，圣人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原理永远不会改变，他教学的宗旨、教学的主要内容永远不会改变，佛佛道同。但是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手段是千变万化的，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法，这叫应机说法。方法不一样，但宗旨、目标
完全相同。地球上居住着70多亿人口，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语言，所以绝对不能一种方式教化众生。佛告诉我们，所有的圣人都是佛的化身，他在哪个地区，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用什么样的身来教化众生，他都知道，所以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圣人的教诲。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圣人的智慧是相通的，就像佛门说的，易经通了，经经通。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圣人说的话，圣人说的话你听吗？下面和大家分享三首偈颂。圣人在世间，无量又无边，众生不认识，往往是擦肩。末法众生苦，诸佛来救度，快快醒来吧，不要再迷路。时间紧迫呀，赶快抓紧吧，别再瞎忙了，念佛重要啊。今天就交流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